这有台湾同学问的，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问题，人是否真有三魂七魄？这个三魂七魄的说法是中国民间的信仰。佛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但是佛经里面说呢，人有八识，人死的时候，这个八识离开身体，有先后次序不同，最后离开的是阿赖耶识，所以经论上都讲阿赖耶识。来先去后做主公，投胎呢，他先来，人在死的时候他最后走。这个细心去观察了，我们可以肯定前五十啊先离开，他不起作用，眼耳鼻舌身呢，这是不起作用。然后第六识离开，第七识离开，最后是第八识离开。那么我们民间讲的三魂七魄呢，可能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八识。因为阿赖耶最后离开，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人死之后至少要八个小时以后才动他，就是断气之后。为什么呢？他神识没有离开，阿赖耶识在我们想象当中这个第七识第六识都没离开。第七识执着，第六识是分别。所以虽然断气之后他还有分别执着，因此我们触动他的身体他还是有感受。八个小时之后一般都离开了，可是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是十二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之后再动它，让我们给它助念，念到断气之后十二个小时，这是很安全的。再去触动它。那么这是应该有的常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识。第二个问题，他问意外死过人的地方，是否真有抓替身之后才能转世？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虽然没有深入研究过，可是自古以来，我们曾经见过许许多多这个书籍记载有这回事情。那么在我们一生经验当中呢，或许有人见过，或许我们听说过，这个抓替身呢确有其事。过去我们在台湾，诸位晓得
苏花公路常常出车祸，就是从新店往宜兰这条路，有一条路一般人叫它做什么九曲十八拐是什么？那个地方出事情最多，那个路我走过，一路上呢都是人家撒的这个纸钱，路的两旁边都是。那么我走这个路呢，没有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现象，可是有很多人见过。我曾经听这个李建新的孙子，那么他也有二三十岁了，他告诉我，他在那个路上走过很多次，亲眼见到这个找替身的鬼魂。所以老开车的、老走这条路线的人呢，他们都有经验。尤其是夜晚走这条路，看到路当中有人拦车，那绝对不是人。那就是找替身的这鬼魂。如果你要是让他，车子让他呢，一定就出车祸，就翻车掉到这个山沟去了。所以他们有经验的人呢，不管他，看到人的时候就往他身上冲。走过去之后，你把车停下来，回头看看，什么痕迹都没有。确确实实有这个事情，而且他是多次的遇到。没有经验的人呢，让这些这个路上的人啊，就出了车祸。那么这是许多笔记小说里头都有这个说法，那么中国古人的记载，我们知道不完全是预言，确确实实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个我们虽然没有经过详细去考证的，我们相信确实有这个事情。第三个，它是由于我正在修学心理学课程，但我深信佛法，因此对心理学教科书产生了困惑。它底下提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佛法既不属于唯物主义，又不属于唯心主义，而事出事法又是圆融的，怎么用这些理论和观点去解释佛法？你这个问题在佛法大乘经里面，你就得到圆满的答案。所以希望你呢多去读大乘经，或者多听大乘经。我们讲的这些东西讲的过不少，像现在正在讲的华严经，过去曾经讲过的楞严经，法华经大义，你多听几遍呢，你这个问题就解答了。唯心唯无都是从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在佛法讲呢，属于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不是事实。心跟无是一，不是二。你最近的这些科学家们，他们也已经发现了。物质不是真的，物质不存在，他们看法，经过许许多多的试验，逐渐明了物质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们说是一种波动的现象。那么这个说法了，跟佛经里面讲的接近了。
佛法讲物质的来源，就是阿赖耶的相分了。这是物质。相分从哪里来的？相分从见分变现来的。那见分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唯心。所以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是万事万物啊。这个宇宙生命万物从哪里来的？从心想变现出来的。确确实实是一种波动的现象。这是唯识经论里面所说的，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这个是事实真相。那华严是属于唯识经论之中的一种。唯识经论有六经十一论，华严是其中之一。所以这些大经大论里头都有探讨，而且有详细说明。第二个问题是万法唯心与唯心主义有什么根本差别？差别很大，因为唯心主义讲的那个心，跟佛家讲万法唯心那个心不是一个心，所以差别就很大。这个诸位可以细细去研究，去比较。法相为实，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是大乘佛法的心理学。可是他心里讲的范畴那比我们这个世间心理学大得太多。他可以把一切诸法都包容在里面。为什么呢？心是能生是能变。一切诸法是所生是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教不是哲学。这是欧阳靖吴在早年曾经就说过。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经世所必须。它是真实的学问。这是真正见到事实真相了。而说出来决定不是推测。决定不是属于观察，决定不是分别之处，世间这些学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佛法的边际，这个原因呢，是世间人所用的心，在佛法里面叫意识心啊，不是真心。佛法里面所讲的心，也就是禅宗讲的真如本性。所以这个意义完全不相同。这个是我们要辨别清楚就晓得。佛教讲的心跟世间人讲的心不一样。那么第三个问题，他说我认为我思故我在，这句话有一点问题，但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没错，这个是外国哲学家里面所说的。我到底是谁？是我？我在哪里？能够说得出这句话，已经比一般人高明太多了。为什么呢？一般人执着这个身是我，他知道身不是我。那什么是我呢？这个执着就是能够思想的、思维的，这个是我。那么在佛法里面讲，能够思想思维的是什么呢？
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啊，分别。第七识执着，你把这个第七识、第六识当作我，错在这个地方。第六识、第七识还不是我。能够把第八识看作我，那比他就高明多了。第八识是不是我？不是我。真如本性才是我。那这本性在哪里呢？楞严经里头说得好啊，六根的根性呐、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在舌叫尝性。总而言之，合起来呢，见闻觉知啊，这个性是我，是真心。也就是讲呢，它是能变能现我们身身心世界一切万物，包括虚空，都是所现所变这个里面呢，有一句话呢必须要去参究的，那就是佛在一切经上所说的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话很难懂世间的哲学是把能跟所分开，这个好懂这是世间人的见解而佛法给我们讲能所是一不是二，这个话就难懂了你要真正懂得了，明了了，那在宗门就叫做明心见性在教下呢就叫做大开圆解我们就不称你做凡夫了，称你做菩萨了菩萨跟凡夫啊差别就在此地所以我思故我在我们很清楚理解，他是把第六识、第七识当作我比一般凡夫见解高明，但是在佛法里面呢，比小乘都比不上那这个问题我就给你答复到此地。这位同学问的，他说：“请问《无量寿经》大士神光第28品提到，西方世界诸菩萨对诸诸天人民，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监狱之旨？是否指我们何时往生呢？都有定数。”确实他们都知道，但是这个定数就不能说了。我们说定数是在讲是我们的分别之处而实际上呢没有定数，也没有不定数他怎么会知道呢？你有这个心愿这个往生的条件是心愿行三个条件，你能信，你发愿，你又认真修行你的功夫真正成就了，你什么时候成就他什么时候知道为什么？《无量寿经》讲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那些往生的人，个个都是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么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去，关键在自己，这个里头不是定数。如果真的有定数，哎呀，算了，不念佛吧，到时候不就去了吗？没有这个道理的。是他们看得太清楚了，听得太清楚了。你什么时候功夫成熟，他都知道。什么时候往生，他会跟佛一起来迎接。这才是个真理。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命运，绝对不可以说是定数。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定数，那就错了，那错的太多了。这一位同学，这六年前我因为老法师的度化，使我能够有因缘学习佛法，我也曾经发心呢剃度出家，但在半年后尚未受大戒就还俗，原因是剃度师师父曾经亲口答应我，要帮助我在剃度后常住在你的身旁学习，结果呢却因缘不具足，虽然我还是十分珍惜剃度师父对我的戒淫因缘，但是考虑了许久，最后啊还是毅然离开了师父，自己争取亲近老法师学习的机会，不管呢是以在家和出家身，我都不在乎，这样算不算对不起剃度师父的栽培和希望这算不算是心性不定算不算是执着？你这后面提了三个问题。一个人有智慧，头脑清醒，学道要紧呐！佛在经上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生最大的幸运，也可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人生闻佛法。至于说出家呢？出家是个形式，形式不重要。何况佛给我们讲，讲这个出家，家有四种家，出也有四种出，你到底属于哪一种？那么说到出呢，为什么有四种呢？第一种是心出身不出，第二种身出心不出，第三种是身心都出，第四种身心都不出，你说有哪一种？那么讲到家，有田者之家，现在我们在出家都是这个家了，出了这个小家进入大家了，这是属于形式。第二种佛给我们讲烦恼是家了，第三种三界是家了，第四种生死是家了，你到底出的是哪个家了？这个田者之家不重要啊，重要的烦恼之家，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这个东西麻烦了。
佛教我们出家，真出家是要心出，身没关系。心出家，对于三界六道，这里面的融入永远舍离了，这叫出了三界六道烦恼之家。最后的家是生死之家。生死有两种，一种叫分段生死，一种叫变异生死。六道里面两种生死都有，超越六道之后啊，往上去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分段生死没有了，变异生死还在，还有啊，在大乘佛法像华严经上所讲的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完全断掉了，成佛了啊，那叫出生死之家。出生死之家只有一个人呢，圆教的佛啊，圆教的就等觉菩萨的时候，这个变异生死还没有断尽呢。所以你把这些都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你这些问题三个问题都解决了啊。为求道不算对不起老师啊，如果你怕对不起老师，那好了，道业就完了啊，你这个道就学不成了啊，纵然出家依旧搞生死轮回啊，这个就错了啊。所以我们为了是学啊，是求佛道，为了是求智慧，为了是求解脱啊，只要我们的目标纯正，绝不是求世间的名闻利养，也不是求来生去享求享受天福，这就对了。这个要用智慧呀去辨别，不可以用，不可以感情用事。我自己的例子也可以给你们诸位做参考。我学佛七年啊，这个出家的因缘呢成熟了。出家之后也有障碍。我的剃度师常住不希望我去学经教啊，希望我留在寺庙里面的去做金蝉佛事。这个不是我的志愿。所以我就跟常住师父讲我出家了是求智慧，是求佛法我的愿望是弘法利生如果叫我去做金蝉佛事、做法会赚钱，
我没有出家的必要啊，我在家有正当的职业工作啊。我说我可以还俗回去工作啊，我不愿意搞这些啊，所以我还是依然离开了僧团，到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啊，我出家之后再回去跟他，前后算起来整整10年了。啊，我离开僧团之后就没有办法再回去了。啊，我遭遇的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面临的抉择一个就是还俗。啊，我还是回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以居士的身份来学佛，他不会反对我。那么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听从常住，去赶紧参佛寺，把经教完全舍掉。面临到这个抉择，这个时候正好遇到韩馆长。韩馆长成全我，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寺庙都不收你了，要我住他家里。我把这个事情特地到台中，我要带到他一起到台中见李老师，问问李老师这样做法行不行。李老师同意说可以，所以我住在他家里，他替我找道场，替我找听众，所以我这个讲经啊，将近50年了，没有中断，这是得力于韩馆长的扶持。我在他家住了17年，我们自己才有个图书馆，才有个小道场，我才离开他的家庭啊，住在道场里，不容易啊！我在学经教的时候，老师就讲得很清楚，就告诉我，说你将来出去讲经，讲得不好，还没有问题；如果讲得很好，听众都赞叹，你就走投无路了。这老师的话一点都不错，果然走投无路。所以遇不到韩馆长，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也就没有今天这一会呀。所以我们得力韩馆长30年的护持，我深深体会到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古人有个比喻，所谓是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了。千里马常有啊，伯乐不常有啊。这个意思我们引用到我们学佛亦复如是。弘法的人才常有啊，护法的人没有啊。到我们自己年岁大了，这一生弘法利生，自自然然呢，也会有一点福报。就福报现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退出来做护法，希望你们年轻人呢，就弘法，我来护持你们。让你们呢身心安稳呢，无后顾之忧啊！给你们制造讲台的机会，帮助你
在讲台上长期的锻炼，我懂得了，我要不做护法，谁做护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各个地区建立了许许多多净宗学会，跟我们有密切的关联。目的何在呢？希望我们同学学成了，别的地方不请呢，那些净宗学会会请。你们有地方讲经啊，你们也会有很多人照顾啊。不讲经的时候，没有人请的时候，我们自己有道场，回到自己道场，天天来锻炼。我们的讲台一天都不空过，天天都在练习，这样才能够成功。自己要有毅力，要有决心，不畏艰苦。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要克服过去，这才能成就。下面一个问题，这也是台湾同学的弟子有个问题，一直未能明白，请师父慈悲指导。他说，你老在讲地藏经时有提到，布施财物时不可因贪其功德而布施，否则呢，便是用了地狱之心来做布施。那么我想起我之前呢注印经书，就是因为贪此有大功德利益，因此非常惭愧。如果是劝别人来注印经书，应该怎么做才不会使别人也复套这个错误？你这一觉悟就好了，怕的是不觉悟觉悟了之后真是功德。所以劝别人修布施总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不为自己，为众生，为帮助众生求。为什么呢？世间的劫难是众生迷惑颠倒造作恶业所干的，这个劫难是这么来的。那怎样消除劫难呢？众生个个都觉悟，个个都明白了，个个都回头了，断恶修善，这劫难自然就化解了。这是真实功德啊！所以不贪图自己的利益，自己得的利益无比殊胜。如果为自己小利益，这个利益是很有限的。微不足道啊！帮助众生，帮助社会，这个利益是无量无边。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切众生没有见性之前，他的果报都是业感啊，业力感的。那你修善，你就感善果啊，这种善因得善果啊。你造恶，就会有恶报啊！恶的心做了好事，你看《了凡四训》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善是正，恶是偏。恶心做了善事，
偏中正啊，善心做了卧思，是正中偏啊。诸位看看《了凡四训》啊，现在我们做成 VCD， 有这个两个光碟，看看你就明白了啊。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晓得什么是真的善，什么是这个虽然是善，里面并不圆满。善里头还带着缺陷，我们如何避免？你要不通达这些道理，了解事实真相，真实功德不容易修啊！所以你明白了，生惭愧心。回头就是岸啊。那么由此可知，你是因为听到讲经才明了啊，而后就知道讲经才是真正利益一切众生啊。所以法布施比什么样的布施都殊胜啊，《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说得很清楚。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啊为人说四句偈。四句偈可以帮助人觉悟。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不能帮人觉悟。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帮助别人第一殊胜的帮助他明了佛法啊，特别是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我们用什么方法呢？用认识佛教，用了凡四训啊，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都是帮助初学啊，让他真正的了解业因果报啊，这是帮助他了，断恶修善。帮助他觉悟，他才会积功累德啊，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改善他的命运啊。他的命本来不好，会变好啊。他的命本来很好啊，好上再加好，会增上。所以印祖这个提倡，我们知道细细去思维，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这一生的提倡啊，我们受印祖的影响，我们也明白了，我们接着干。《了凡四训》拍成电视剧，影响就更大了。书有很多人不愿意看，这个电视剧大家喜欢看。这个两篇虽然没有做得很完善，里面毛病很多，所以现在北京有一些同修，他们要重新呢来做。那么我给他的建议，希望做六篇啊，这个两篇呢，这个里面的内容受了很多的拘束啊，希望做成六篇啊，也不算长
大概在今年六七月可以做成，现在他们做得很积极。首先呢，要写剧本，写剧本审查比较上耽误一点时间，他说拍摄时间不长，很快就能够搞出来了。这个方式如果做得很好，往后啊，我们这个弘法利生呢，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跟演艺人员要拉上关系，他们也求消灾免难，那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是极大功德，他们很乐意做的。那么劝人引经书，如果就是贪图眼前的功德福报，也未尝不可。那为什么呢？偏中正，心虽然不好，他是做了好事，也能得人天福报啊！不过得的福报小不大就是。不为自己，不贪图名闻利养，你得的福报大。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都是好事。那么你是本身是个例子，你是因为贪图功德，你才肯布施，才去印经，那么现在你觉悟了，你回头了，那么那些贪图功德去做好事的，慢慢将来接触到佛法了，他也会觉悟这一觉悟了，那小功德就变成大功德，假功德就变成真功德了。都在一念之间呢，就有不可思议的转变，所以这是好事情，都可以去做。这位同修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婚姻的第三者，因年少不懂事，犯下的错误，这样的情形是否属于邪淫？并且我跟他有两个孩子。也因孩子的因素而继续维持这样的关系，但学佛之后了解因果，不知道如何修持。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特别是净宗法门这个法门呢，待业往生啊。过去所犯的过失，即使犯了忤逆实务的重罪，也能往生。问题你知不知道过失？你能不能改过？能不能真正忏悔？依教修行，关键在此地。佛在经上给我们举的比喻，我们的罪业就像一个房间密封的暗室，千年暗室这是比喻我们造的罪业之重，时间之长可是
我们点一个火把，点一个灯呢，这个暗室就照明了。这个比喻说，只要你觉悟，一觉悟，业障就消除了。所以罪业都是从迷惑生的，觉悟就消除了。消除之后，那我们要问，过去所造的罪业还有没有果报呢？这很多人关心的事情。罪业消除，果报还是有的，不能说没有果报。但是果报现前呢，你就不在乎了吗？你明白了吗？这就是古大德讲的不昧因果，不是没有因果。欠钱的还钱，知道过去生中我欠他的，这一生中我应该要还他。欠命的要还命，你看看安世高的传记，安世高曾经两次到中国来还命债，两次的这过去生中他误杀了别人，这一生当中要找到那里去，还是被人误杀。第三次到中国来，这才弘法利生的。实现了这出家人的身份。所以说，诸佛菩萨，过去生中所造的业，果报还是要受。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恶业不可以造。你造的恶业成佛还是要还债，还是要还命。不过你很清楚，很明白，还完之后你还是有好去处，生死自在。佛慧无量跟凡夫不一样。凡夫遇到冤亲债主不甘心，不情愿。所以受许许多多折磨。不像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总而言之，一定要断悟，要修善。要依照佛在经典里面的教诲去落实。佛家入门的十善业道经，一定要把十善的做到。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在念佛这个时候，常常会浮起淫念，深感自己业障深重。也听师父的话，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来制止，但是效果不彰。效果不彰是什么原因？你的功夫不得了。凡是用这句佛号，用久了功夫就得力了。千万不要认为，我用了几天不得力，这个恐怕靠不住，再去找别的。找什么你都找不到。最殊胜消除业障的无过于佛号。你看看前清乾隆时间的慈云灌顶法师，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他是著作等身的，万字序藏里面收集他的著作有二十多种。他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写道，众生造作的罪业，任何方法都消不了这样的业障，最后念阿弥陀佛可以消除。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
不多啊。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其他所有一切忏法他都不要了，他晓得这句佛号功德大啊。你打个水陆法会，说老实话，不如念一天阿弥陀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人欢喜搞打水陆法会，不喜欢念佛，总认为念佛功德小。哦，这个功德大，错了。啊，你看看灌顶法师的讲法，你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念佛号还控制不住烦恼，是烦恼习气重。我们的佛号是刚刚学，啊，这个力量比较薄弱。啊，怎么办呢？加深。对于念佛决定有信心，你念上个半年，念上个一年就不一样，烦恼轻，智慧长啊，真正能把所有的妄想杂念都能够控制住，这功夫得力，所以自己一定要有信心，有坚定的信心，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你会成就，你的业障会消除。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